在那个波段单的部分啊，就是非短线单的部分，其实之前有提到说，就是有布局那个鸿海家族的股票嘛，就是除了鸿海之外，另外一档就是在华汉的身上。那当初我们的进呃，就是当初的一个进场点哦，就是在整个月季线交呃，就是月季线这个区间的一个三角收敛的一个整理的末端，哦，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进场的动作，哦，那其实，在整个的价格，就是原先的评估来讲，就是认为说，当这个整理形态它突破，当它突破了这个整理形态的高档。就是这个整理形态的上缘的部分的话，其实它就会容易，就是伴随着整个爆量，就会去出现一根长红棒这样的一个走势。那今天盘中的时候，它还蛮强的，就直接整个价格是直接拉到230附近，好，230附近，那就是把这段时间这一个多月以来的整个整理区间去突破。那但是呢？在整个大涨的时候，在这一根大涨的一个长红棒出现的时候，其实，在230的附近哦，230跟228附近，我就把陆陆续续去把它的多单去做一个停利的动作，去做一个停利出场的一个动作。对，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，为什么今天大涨，我反而去卖股票去做停利？好，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，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在操作上的一个原先的规划。其实就波段来讲，其实我认为它在这边突破之后，当然这个高点我相信还不会是高点，好，就它后面还有一些空间去做一个发挥。但是呢，当它这一根长红棒今天涨上来的时候，会发现到说，其实它已经就是落入到。已经落入到黄色线这个地方，就是从去年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区，后来反弹上去之后跌下来，这边又是一个低点，然后这边又是一个低点，等于是说过去这段时间的一个起跌点，这个形态头部形态的一个起跌点在这个位置，那这个位置的情况之下被跌破了，那今天价格一涨上来到这个位置的话，其实相对来说。哦，这边是一个起跌点，也就是说，这边高达从9月到5月，哦，高达将近快要半年多的一个时间所形成的一个高档套牢区，我相信这个卖压应该是不轻啦。哦，那所以其实当价格从这边推升上来，才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哦，去出现这样子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，一涨上来到230附近的时候。那已经碰到这条线了，那我相信这边的压力接下来应该会不小，所以在这个地方高档的地方，碰到这个目标区，也就是当初进场的时候所设定的一个停利的一个目标区，就是在前波高点的位置，就起跌点的位置，那这个地方就顺势的去做一个停利出场的一个动作。那它如果后面去涨到240之类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也跟操作上来说就与我无关了，对。因为其实这边看得上去，不管240、250这个地方，它的压力看起来都不小，哦，都不小，所以我认为就是说，可能缓步的往上推升，或者是再花一点时间这边整理之后，再慢慢的往上走高。我想就方向来讲，其实还是偏多方啦，只是说短线上来讲，要再有一些爆发力的一些空间，我觉得是有限的，所以才把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停利出场的这样。